若世界停止战斗，是否还有强权阴谋？黑暗又化为乌有？若没有力量唤醒一切不孤争的自由，怎解开迷途的困兽？当人生风雨恩仇，追寻争到风雨同舟，怎么会觉是敌是友？踏遍神州，棋逢对手，唯有提升是不变的追求。楚少，您请。哼，这小子是谁？这位是楚天楚少，高阶一班班长，咱们本次会议的赞助人。就他？宇文清宇呢？宇文公子，他今晚不会来了。你小子狂什么狂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？哼！低阶筑基班二班副班长冷武清，这可是个狠人，楚天怎么惹他呀？就是就是，一个炼体期的废物点心，竟敢这样和筑基期前辈说话，找死！停！我不跟你打。一万零十。有没有人愿意来和这位筑基期的前辈过过招？我的天，一万灵石，五年学费都够了。三万，三万，够我花十年了。楚天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十万，十万，十万够我花一辈子了。天哪，楚天也太豪了吧！我晕了。楚天，我看你是疯了。十万说好了。你们也疯了吗？别怪我哟。拿来，给个教训而已，不用这么狠吧。故意伤人，违反校规，跟我走一趟。收人钱财，忠人之事，各取所需而已。谢了。你轻点，哥们儿。哎呀呀呀！精彩精彩，没想到来晚了还能看到这么一出好戏。天哪，是副院长王畅。王院长，漂亮，你是不是傻呀？王院长，刚才只是个小插曲而已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说了多少遍都叫我师姐，什么王院长，把人都叫老了，赶紧开会。开完会我赶着回去补觉呢。好好好，院方代表已到，高层会议正式开始。楚少，楚少，这边请。好嘞。大家开始吧，我听着呢。楚少，您坐了宇文会长的位置，照理说本次会议应该由您发言。我？对，就是您。就这排场，零食估计都被贪污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等等，高层会议都该说些什么呀？就先说说你对高层会议的看法。好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首先，我觉得在座的各位
虚伪至极。啊！楚天，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？废什么话，老子把他拖出去宰了，一个炼体期的废物。哎，等等，楚天是吧？我倒想听听我怎么虚伪了。按理说，修者不论等级身份，入了院门就都是天风学院的学生，本该一视同仁，但是你们呢，一个个戴着有色眼镜看人，纵容强者欺凌弱小，还坐在这里自称学院高层，不是虚伪是什么？什么是德高望重？难道实力高的人便是德高望重吗？哼！你放屁！当今世上强者为尊，实力地位就是德行声望。老子混了这么久，谁都没服过，就服天风学院第一高手宇文护。有本事你也当一个试试。哼，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，学院才变成今天这副模样。你们知道有多少新人弟子正在被欺凌吗？这些都是磨练，你懂个屁！我知道你们觉得我实力不行，仗着几个灵师乱逞威风，可因为你们所谓的磨练，学院里有多少无才无势的弟子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楚天说得好，讲出了我的心声。他说什么了？哦，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我认为学院应该改革，给新人弟子发声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，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。好，展开讲讲。这个问题你们应该问自己，我还赶着回去修炼呢。本来我对学院排名也没啥兴趣，现在看来这天风学院第一高手我是当定了。你结账收摊，这样灵石才花得值。有点意思。敢抢我的风头，楚天，我跟你没完。少主，这个人似乎跟天风城城主有关。那又如何？天风城大难将至，就连他林月都自身难保，况且这学院之中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另外有消息传兄弟会的人阴魂不散，炼丹师们暗中集结了一批老部下，似乎是要重建兄弟会。哼，螳臂当车，让那群人坐干净点，一个不留。是。害群之马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他，一鸣惊人啊！他要出来了，咱们去会会。不急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先回去禀报老大。兄弟会，我现在都继承百亿灵石了，导演快出来，给我把戏加到每集100分钟。道具，道具，快把那货手上的那张卡拿回来，下场戏还要用呢。